老婆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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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再说卖出去修个扎旗呗。可怜，我看你现在呀，你的智商就少得可怜呢。你拿钱修啊，我告诉你。我这不正捡弥补呢吗？行啊，瞅你来气，走。收花，收花。老公，你看那人眼熟不？是有点眼熟哈。上次就这小子把老人堂子骗走的。啊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干啥去？你不收拾他去吗？你彪啊！那人真高马大的，你一个人能打过他呀？那咋整啊？得智取，知道不？过来。行吗？行。走啊。走。这玩意儿好啊，这个。哎，干啥呢？啊？你干啥呢？我收破烂的。收破烂的？嗯。说啥破烂不卖，赶紧走！你这值不少钱呢，你卖了呗。这玩意儿不卖，人卖要不？太老了。那啥，那留个电话吧，然后你卖的时候你联系我。留啥电话呀？赶紧走，不卖，那么磨叽呢。走就走。走。还嫌我老。好不容易踩个点还有人。收破烂，收破烂嘞！哎，收破烂的、哎。大姐，有破烂要卖呀？有一个，你看这自行车收不收？太老了，你不要。我就发现你这收破烂的怎么事儿这么多呢？挑三拣四的呢？你看好了，凤凰牌的啊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姥结婚时候的嫁妆，搁现在你知道值多少钱吗？就跟那小动物奔驰和路虎是一样的，老值钱了。我跟你说，又凤凰又虎，你不要，你太老了，不要不要。啥也不是，一点眼光都没。收破烂，收破烂嘞，收破烂。兄弟，你过来呀！哎，咋的？你有破烂要卖啊？你这里有没有凤凰牌的自行车要卖呀？啥玩意儿？听不懂。啥自行车啊？ bike 自行车啊啊啊！自行车，自行车咋的？你要买呀还是卖呀？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呢是从汉港来到这里的。汉港，我来到这主要是为我爷爷收一台自行车。我爷爷从小是在这里长大的，后来搬去香港。我为他收一台自行车，也是为了缓解他的西乡之愁。那你这里有没有呢？有啊，你给多少钱呢？这个数，500啊，是50000了。啊，这么多，你真的假的？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这样。我付100定金给你，你收到自行车之后呢，我再把剩下的钱一并给你，好不好了？好，等着我，我现在给你取去啊！快去快回啦！等这半天也没人识货。哎，大姐，那个你这啥牌的？凤凰啊。多少钱？我要了。50啊。啥50啊？5000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车都750来年，这古董这是。太贵了，便宜点。3000。1800。2000，爱买不买。哎，行。啊，这正好2000。哎呀，谢谢了啊，兄弟。兄弟，这么耳熟呢。
哎，不管。那香港兄弟呢？兄弟，这男的。谢谢了啊，兄弟。那女的，兄弟。哎呦我的妈，这不被骗了吗？你赶紧撵。哎呀妈，这点酒喝着难受。哎呀妈，哎呀，要是我打车到了。师傅。哎。是我叫的车不？你手机尾号有多少啊？2587啊。上车。好嘞。到哪儿啊美女？猪下树。猪下树？我还猪上树呢。哎呀妈蛋。猪下树村，你说你说话就说话呗，看我一脸唾沫星子就埋汰。啊、不好意思啊美女。竹下树村啊，对，那啥，扎安全带，走走走。啊，扎安全带就走了。不是你，你这干啥呢？这是？哎呀妈！咋的？哎妈，这啥呀？哎妈，咋这么累的？哎呦我的天哪！你这喝多少酒啊？这是啊？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就不能吐你车上。我跟你说。有备而来的，行啊，出发，走了啊，走。美女啊，到了。啊，到了。到哪儿了？竹下树啊。竹下树村。我让你给我带过来了。多少钱呢？50。啥玩意儿？50啊。我平常打车都20，你咋50呢？我这可是专车。行，给你100元，不用找了，行不？行，谢谢你啊，美女。行，走了。慢走啊，美女。钱呢，美女啊？坑爹呀！我不告诉你了吗？不用找了啊，不用找。你这啥人呢？不给钱呢？你给我站那儿，你别叨叨，你回来。俺不是熊二，是嫦娥。你妈太逗了！智力超人，你也太傻了！让我打败你！怎么掉进去了吧？嗯。媳妇儿啊，有事啊？有点啥事儿？啥事儿啊？给我拿钱买点烟抽呗。我上个月不给你零花钱了吗？你一共就给我5块2毛钱。2毛钱？我都花了半俩多月了。那没钱不行，那烟就少抽点呗。你给我拿点啊。我看没有零钱。没零的，就剩一张红票了。也行，啥玩意儿也行啊，见大票也行啊。那给你这么多钱，你胡花咋整啊？你再说男的不能存那么多钱，有钱就学坏了。不能胡花，我就买点烟抽，还能出去干啥呀？那你要想要的话也行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啥条件呢？我给你出三个问题，你要能答对呢，这个钱就可以给你，你想买啥就买啥，想买多少烟就买多少烟。但你要答不对，哼哼，一分都没有了。你别给我扯到没有用的，出什么问题啊？他老爷们要点钱买条烟咋的不行啊？不分大小王是不是？你要不要？要。这态度还差不多。听他的一题啊，老公，见过王八小头没？没见过呀。我以前也没见，但我刚才看见了。没见过呀。玩弄我感情你。第二个啊，你说这只小王八和那只小蜗牛都被关冰箱里，但第二天
蜗牛不见了，你猜哪儿去了？我知道，让王八吃了呗。你家王八吃蜗牛啊？不对。嗯，那咋回事啊？王八也纳闷呢。嗯，那咋回事啊？蜗牛呢？我就想买盒烟抽。不开玩笑了啊！第三个啊，有一个老牛找了一份工作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你说他找的啥工作？这么简单，我能答不上来吗？看大门的呗，倒班儿。哎妈，要说你这智商啊，你也就适合能看个大门。那抽烟抽的脑子都锈掉了，那能对吗？我都告诉你了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那不就一打鱼鱼鳞吗？啥你也不是，哎、要钱呢？要啥钱？要钱？太难了，你这题出的。去干活去，园里浇点水啊，旱了两天。败家老爷们，那你抽烟没花钱儿，讲究点。动作，动作，还是有意思。右勾拳。